劉小姐不是幾交的，好像你這麼交的，很瘦的，因為那個小孩很喜歡說話，很活潑的女人，是打仗口腔進修的，即係咁啦，我嚟講咧，喊到神聽手，即係有仗義留我仔去香港活動，乜嘢冇人家知道嘅啫。不過佢一上嚟，佢會上嚟誒鄉下嗰陣醫咧，咁嗰陣時冇管理嘅話，冇醫院嘅話，即係整嗰啲青草嚟整嘅話，翻嚟鄉下咁咪退翻嚟咯。做那些交易咁去兩個人退，嗰陣時喺半美爾南某又冇馬路嘅喎，得個山路少少。我老師叫我哋選擇，叫兩個人腳步穩啲嘅喎，咁咪叫我老母同埋我姑姐啊。唉，退到嘢唔知幾開心，心咪考我留我仔又翻嚟酬謝我老母。哎呀，嗰時一起又冇回頭。